看这缸里有什么。哦，宝贝儿，醒醒！哎，宝贝儿，醒醒！醒醒啊，宝贝儿！宝贝儿，你行不行啊？啊！是小康，头儿，看这个。药力已散，全部丢掉吧。丢掉？是这样的，这就跟做菜是一个道理，这饭菜糊了，得换新的材料。好啊，那就丢掉呗。不就是再找些药引子吗？王秘书到，丢掉，找人换上。好嘞。时辰已误，那怎么办呀？啊，大公子别着急啊。咱们还有加急的办法，有办法就行。不过这玩意儿还能加急吗？就是太不地道了。怎讲？是这样的，再抓七个人泡进缸里，用酒慢慢的把他们迷晕，最后晕厥。此时人在最迷幻的情况下，精神最弱，以此来让我们操控他们的魂魄。不，你们这也确实太不地道了。不过没事，放心去办吧。大公子，现在已经是最关键的时候了，容不得半点闪失，不然会添法术啊。放心，我已经调兵过来了，任何人都接近不了这里。师哥，难道是孔雪莉？你不是说孔雪莉被埋在山洞里了吗？对呀，我亲眼所见，她又不是孙猴子，还能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吗？那还能有谁？派人好好去查查，到现在这个地步不能有半点闪失。是。快点，扔这儿，来。还救吗？救！救救！也是条命，救吧。嗯。救醒吗？是极为强烈的迷药，暂时没有什么伤害，给予强烈的刺激应该能醒过来。上把亲人带回去，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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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错了，我对不起你们，我是霍震王八蛋，头，对不起，你就原谅我吧，头。